飞了！哇，来不及了，会飞了！平常很少飞来这个地方，真的哦，太 lucky 了。他叫什么？有种。没有，我考他了。哦，对，他叫什么？有种。不然等下算了，我刚刚已经讲答案了。他过一个小时再问我，然后再问你。他已经站了快一个钟头了，在那边站一个钟头，你们也陪他站了一个钟头，等好久了。你有看到吗？那你一开始是怎么找到他的？一开始他们就会飞到那边去啊。哦，所以他的巢在那里是知道的。他们巢在那边，但习惯站的位置都是固定的。对对对，像现在站的位置就比较少见了。这样真的很难找到、啊，真的，没有看真的是不会知道、欸。阿明是业余的，蛮好酷。有种宝宝飞去那边，它刚飞好远。超厉害的、啊，你有看到它起飞吗？被我们看到了。好好好，看到了，开心了哈、哦。太可爱了。根本有，它差不多了。瑞瑞走，那叫他爸妈来接。现在多少？大概我看一下，机身38,000，进口23,000，6万多，6万多，然后再加上加倍进口，啊对，快1万，对啊，哎，又飞回来了，啊，快结束了，哇，太开心了，每次都让我看这种画面，再来一个。夕阳跑出来了，刚好照到，而且它在石头后面，这角度刚刚好有。只要不介意它会对你大便的话，6点都看不到的。你看看上面有个石头，左边有个洞里面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已经在录影了。对。哦。是啊，这样看这样，我了，咱看回放，我们两个一堆石头呢，在家啦。哦，在家哦。哦，所以大家的目标都一样吗？对。哦，是啊。对吗？你都是在那放了我。它在那棵凸出来石头的左边，应该是头顶啊一类的。左边那边一点点有个白点，这边晃动。嘿啊！哦。而且它有没有小鸟在动动？这边有没有小鸟？有没有？哇！你叔叔好厉害呀、啊！你们叔叔拍拍手，叔叔太厉害了。你们有拍拍手？小鸟，小鸟在上面。小鸟上面。对，小鸟在上面呢。那叔叔好厉害，你们叔叔拍拍手。小鸟。对呀、啊，小鸟在上面。对呀、啊。是这个拍了多久？看到太阳下山吧。他可能，他爸爸妈妈可能回来以后就差不多。但如果有带东西回来。哦。对。但人在吃完晚餐就差不多。我看到他在那边上面就在动。小鸟耶，小鸟，对呀、啊，小鸟在等妈妈回来。等妈妈回来。对，小鸟在等妈妈回来哦。等妈妈回来。等妈妈回来，妈妈出去了，要等妈妈回家。等妈妈。等妈妈回家。对，小鸟等妈妈回家，看它的尾巴在动。走掉，走掉。哦。来，看旁边。哎，飞走，飞走，飞走。它飞出来了。嗯，其实这边有两只，有没有？两只粘在一起。啊，你看呐，好可爱啊！哇，是两只。两只粘在一起，有没有？哎哎，有有有。对。啊。啊。那个。
小鸟，对，小鸟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这个是有很多只吗？还是只有？它有三只雏鸟。谢谢叶叔叔。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叔叔。看小鸟。嗯。草不可以摸哦，眼睛看，我们等眼睛看呐、啊，我们等眼睛看呐、啊。哦，看来这还好。对，都是台北来的。我们是台北来的。桃园啊，新竹啊，好像新竹都有遇过。啊，这个要回去要塞车就塞爆了。因为它这可能到五月底而已。到五月底。哦，那就是刚好先假日。等下礼拜再来一趟。六月初，肯定六月份肯定就没有。哎，有人要飞了，就真的飞了。来这边看啊，它现在站比较出来了。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